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我们这个餐厅的水管啊，没水，就是那种开关也检查了，都是正常的，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现在去有一个三通嘛，埋在地下的，把那个挖开看一下，检查一下是怎么回事。用这个钉子，然后在那个管子上面钉一下，它出水的话就是代表这一条管子应该没问题。空的，空的，空的。哎，有声音。空的怎么有气？这个是从老村长家的。空的。老村长家也是空的。老村长家是那一条管子啊。空的。你钉一下那边。你看，我说盯一下那边那个开关前面的，盯了盯了，空的，就得出来，是空的，那是几边都是空的，这三边都是空的，好像都是空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好郁闷啊！其实我们已经看了两个地方了，关于水管，到现在都还没弄好。哎呦，好不容易挖开了这个三通，还没水，现在只有去更高的地方去看了，看一下是怎么回事。哎，我实在不想走弯路了，我一点都不想走弯路了，我压力本来就很大，还这个样子。给大家看看这几头牦牛，小动物是有治愈的力量啊！瞬间我都能笑出来。我是阿宁，关注我，西藏的故事，我慢慢讲给你听。